十四，十四是什么？这个。我们是几号？十四号。这是一本书，来十四来抽，对啊，九号吧，实用的，他在抽中我们的，真的是，太厉害了，来来九号，我给你了，给你了，我准备的都，很厉害的，等一下抽四号，他从大陆来的，九号是他，九号是他，真的吗？七号，七号，九号。我真的是慌了，今天是我的，重来，十号哎，这个十号哦，恭喜，很定，我呆，好，现在换他，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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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，你几号？一号在哪里？一号在哪里？一号是谁的？一号是谁的？先让小齐来，小齐来，来你抽来。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。八号。八号。这个。你为什么都没有抽到我的？九号。谁的？八号是谁的？谁的？来了，你来。抽奖。还有一个礼物。来，快点拿。到了，地雷还被飞收走啊！三号，这个，谁的？一号啦，他不是很大吗？都是三号，对，一样。好可怕！我找的很辛苦，四号，找的很辛苦。然后我就说我真的大了，你为什么都不要抽到？是你，他在讲的是可能是你。然后我们两个都很被抽走了。七号，我一丢你等哎吧。七号，加七号。哎，我们抽，接上来。哎，这七号。好，来，刚才谁还没有抽？没有，礼物越来越少，越来越恐怖。是抽了你，我发现是大姐。真的是自己啊，真是妈的，还有一个妈妈的，自己带一个阿姨啊。来，我都已经抽完了，来，换别的。可是我觉得你们最好。阿里来。我给他买瓶玩，他会打你。六号，音乐礼物，十三，这个，这个谁的？明轩的，马桶打礼物，不用那么早，就是吗？大概就知道了。前面那个是十一，这个是谁？陈宇的，陈宇的，什么？我的还在那。那放在妈妈，那你先抽好了，不要抽到自己，不能抽到自己的啊。哎，那个六是那个你的啊，十二，我知道你抽到我的，来，应该还好。啊，这是谁？那个，你的。好，来，大家先猜那个。天堂的没什么好看，先猜地狱的。先猜地狱的来。先猜地狱的，后面有个。每个猜。你那个是我的，你那个是我的。等一下，妈妈猜的。猜。哎，你慢慢猜了，先猜一点。最后一个猜呀。等一下，你要教一句话，然后它会出现一些东西。你看看，等一下要看看。那这是什么？一本书啊。便便天天顺这样做。来，拍。谁？来了，你要打开看啊。感觉应该是很实用，感觉好像没有很地狱的。什么东西呀？你看看实用的，要等到要生小孩之前。
说哎、欸，解决很多人的问题哎、欸。然后两个马桶，马桶洗发店。我来我来。外头哎，外马桶洗发店跑几个草莓。我手还上面还画画，就这个可以吃的东西。应该每个人都跟他的可以吃的吧？对啊。干嘛？我好想看小小的那个。七郎追啊！神龙出来啦！对呀，要等哦。请出来啊！许愿，许愿，快点呐！翻白眼。哦，这个有创意，这个有创意。好冷哦！哎，我在向阳大陆来的，有三颗。哎，这有创意，真的。你要许愿，香港可以带水果吗？人家叫神龙都出现，然后我们没吃啊！你看多好笑，多好笑！可以吃的还有红枣，没有热水的，这还好。我觉得这个没有很地狱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可以当配菜。这个是什么？红枣，没错，不错，很错哎。不要那个粉啊！我第一次我们要买呀，那个手工皂，有地狱啊！对啊，他地狱部分是晒黑鱼，他用过的。没有，这个没有晒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超人，他开窗门叫成龙出来啊！我的地狱，我给你看一下啊！啊！哦，真的很地狱。哎，刚好要换房子了。